原标题人满为患的车站，逃亡逃亡逃亡，为了活下去，不畏广西桂林火车站的逃的这们。一位母亲抱着她的孩子，希望到相对安全的地方躲避灾难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逃难者们带着他们的随身家当登上了高高的火车厢，正期待着日军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列火车带他们逃离，与桂林人群一起疏散。途中，在柳州火车站疏散民众和行李被淋湿，在中国北方某车站站台上，日军增援部队到达，不能在车厢上获得一席之地，只能在这里谋求安全。广西桂林火车站上到处是逃难者，他们正在等待乘火车前往柳州人满为患的中国货运火车。资料来源：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《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》，化学工业出版社、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，纪文努学社翻译编辑，纪文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张晶，金陵之返回搜捕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